姥姥来了，哎，姥姥，你看，这都是爱呀。鸡呀，咱是咱个鸡腿，咱地方啊，咱是鸡腿呀。你这都没吃的，咱是鸡，咱是鱼。啊，鱼，让我看看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古丽，我在山东。来山东这么长时间了，都没有好好给姥姥做过一顿饭呢。今天她刚好来，我就炒几个菜给她吃。啊，那我不能看着你做。吃呀，老公，你要做啥呢？哇塞，挺好哎！好好好好好，我做饭的时候，我大哥从来都不会单独去玩。他每次都会过来帮我，我感觉特别好。喜欢，你上次做的特别好吃。只要这个。哦。哇。你咋这么好？你的意思是说你上次记着了，然后这次不放了呗？没有，没有记着。口是心非。Nice。有些朋友们很好奇我们的饮食怎么办？你们看，今天给你们看一下，这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饭：鱼、鸡肉、豆腐、土豆丝儿。